Hi, I'm Wang Bojie. I started acting at 17 years old, and I received the Best New Actor Award from the Taipei Film Festival. 穿白色的靴子、夹克、黑色的内裤带，这是艺人王碧琪。得到邀请参加《指控之树》第26届台北电影节作品奖前，今年顶半年拢是报业社会新闻。今年三月，伊在台北市中孝东路一间 KTV 参加艺人小姐开的 party， 竟然是加入到烧牌事件，甲通缉党的相关单案和双方起冲突。王碧琪甲小姐开因为伫中午栋煞互牵拖累，事后阁互带登警察局，即马阁食酒驶车出代志。台北市文化局都安尼讲。我今天会跟我们的台北电影奖那边的主办单位会整个快速的讨论一下，那是不是就可能就不应该是就不适宜了。喝了酒你去开车，等于是公然的挑战了我们现在的法律。真侪朋友都伫台北电影节官方的微册留言讲，暗时拢袂当吞吞着食酒塞车，且带着像这款的艺人，甚至有人叫伊退出演艺界。你算第一批撤离名单，你这么决定权吗？指控之三年，一般的电影得到台北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有哪一位金马奖最佳男主角？伊是2006年出道，有真侪电影甲戏出的作品。指控之一年，因为戏出花灯初上来抢起来。最近伫咧精品界有哪真活跳，要唔过即声可能虾米拢去了了。民视新闻综合报道。台湾上好看的台语新闻 ，MOD 请收看民视新闻台。